要了我好留了，要你带。要，哥。哦，哥，你拖鞋弄多，拖穿多了。穿多吧，但都等不起时间多了嘛。哦哟。啊，吃中药啊？哦，吃中药。中药你吃药。难道那说跌我了？那个呀，你说跌是跌。那个老杨没生，没来找我。哦，没来找我了。哦。真的找姐，没说说爹说爹是逃屋了，是不呢？要咩？哦哟。我还能不么买到，不就只要提哦。只要提我哈。哦。不买到，我就不能我了。不买不买，我他妈不去偷不来找。哦，去冲不要，走一个也不要。走一个。嗯嗯嗯。我来冲，我走一个边哦。你成都在哪玩的呢？要吗？哦。要不你说说，我来干嘛？哦。哦，人多呀。这水里在没温度呢。没事嘛。你都熟了，你在？哦。这人都熟呢，那这个地方咱们都熟呢。人都熟的，那他就有些那种我说的这，人都那叫那磨，人刀叫那磨些，那温度那叫太多里多晒，有里呢。哥，这也不老熟了。哦。这那要熟慢的吧？我这是慢慢。我这啥你不叫老弄的，叫什么叫老？哦，我老大，我叫叔，叫老弄的，叫平海子老啊。你叫我出来，叫好些少叫老弄弄到的，默默的不要得偷，叫他叫老弄。哦，老弟走了没有？嗯，这边老弟走了没有？店里别好点。嗯，别好点，老弟家倒了没？家倒了。嗯，家倒了。哦，那就没到了，没到过，没是落了呢，落了也熟悉的，我到熟了要。哦，那我呀，被叫老头的天，就搁那，连着搞我弄菜嘿，一块嘿，走了，哦，是爹怎么有？可是爹了，连着。爹嘞。哦。强些了。要炖鸡翅啊。好了，这煎馍了，煎吃哦，煎。煎馍还是煎馍？煎蛋的。煎蛋的。哦。不加肉馍，这油啊的。哦。那个西瓜加馍馍的。我加馍的嘛。哦。你做我隔离呀？这哈呀，哪过去啊？你做我家里这老婆头领的。那主卧那天，梦的都几天几崩哦。妈，冰那些得那冰得干的吗？冰的哦。哦。那是过来的。不能吃别的，吃的中国朋友。鸡胸啊。哈哈，弄个嘛。这路也接到好呢，这路也接到呢，两个坡头的老弟，这里没土地，到了接到这么平呢，平手捞呢。到一路接到平手些哦。这样就去了，给了，多几钱了？哦。那怎么？那这个有弯路堵了去呢？哎，我就我擦过，那怎么？哦，那你好在咯，蹲在咯，好在咯。你咯要老家是啥哦？擦过了噻。擦过了对吧？擦过了咯。要擦过了吧？哦。我就上到楼梯。哦。哎，你蒙别那伊拉叫的包的车那咯？哦，叫车嘞。喂，那别那伊拉叫搬了，别去叫的那哪里啊？那个来要搬板。你这种呀，叫老里头哟。天，成都的那一台车呀，叫老的。老板。
จะมานอนในจอเราในมือยัวเราแน่จอวะในจอเราเป็นในนอจอจะนอร้องให้เรา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โอ้มาเป็นเด็กคนที่จอเนี่ยจอเนี่ยเออถ้าจะจอเรามาตอนเด็กกูจะไม่แม่จะพอแล้วอ้วนนี่เนาะติดต่อเนี่ยติดต่อเลยเนี่ยตอนสุก้าพอแล้วอยู่ก้าเนี่ย